好的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真听话。他也搁滑道，这黑子滑道。哎，你玩出来滑，手有点滑了。一带他来就直往滑梯这跑。小谭又玩滑梯来了，带他走步来了。看着没？看着没？那啥？来，那滑梯。咦，可高兴了，一大滑梯。小谭在兜里呢，带他溜溜呢。 抢手机，坏蛋！别抢我手机，按摩呢？你瞅他淘气吗？别让我吃香肠呢，又摔我手机，飞音巴拉，飞音巴拉一毛八，吃吧。哎呀，好棒！别让我吃香肠呢，又摔我手机，飞音巴拉，飞音巴拉一毛八，吃吧。哎呀，好棒！